这是另外一个坑，就是这个坑名叫空屋检测啦啦啦，因为不知道要怎么想他的专案名字这样子。好，那这个坑的由来就是突然有一天那个松松说，LT 侦测怎么做人挖坑嘛，然后就要嘴炮的话就之类的，对对对，这个嘴炮一炮就炮很大。然后A 就帮我们找到了，原来网络上有人做了一只老鼠啊，不是老鼠，它是一个奇怪的，它是一个就是 open hardware 的东西，然后不知道是不是为了好卖，所以它做了很多奇怪的功能，比如说除了简单的那个 CONO2 检测之外，它还做了你的呼吸，有一分钟呼吸几下，你心跳几下，你的 activity level 啊之类的，就是不但可以做空屋检测，还可以顺便监控你的个人。就是个人身体状况这样，但这样就是 bone cost 的暴增，它这个小小的装置要卖$200。那我们就想说，如果说要把这个装置撒出去的话，$200这个价钱当然是没有办法接受的，那怎么办呢？当然就是自改嘛。哦，这是另外一个商业产品，那所以我们没有简报，我们只有那个 headpad 而已，就是大家就。用 air testing 做蓝本，那 air testing 它有附一个平台，就是大家其他的 endpoint 可以把资料传到它平台上面，然后它就可以画出，类似辐射地图那样子，画出各个地方的 PM2.5 啊，或是其他空的资料这样。那所以我们需要征的人有包括后端，就是怎么跟这个平台做连接，也有包括Makers， 就是因为我今天带了一下 Arduino 跟那些检测元件，我知道这边一定会有很多人有兴趣来玩一下这样子，我们就来兜个电路，稍微看看，能不能做出什么东西来。那，昨天好像被 S 神吐槽说，我买的东西没有办法测 PM2.5， 我没有关系，它可以测大于 1μm 的微粒，跟傻傻分不清楚 PM2.5 或 PM10 这两种。对对对，那真的可以测 PM2.5 的，正在路上，昨天在跟淘宝下单了。那这是抛砖引玉了，因为我根本不懂Arduino，我只是稍微会玩一下电路而已。对，那如果有专家的话，麻烦赶快来找我，谢谢。